了。一个倒霉孩子让人家理光头干什么？先自我介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韩熙，来自北京。你干嘛要让人家理光头干什么？当时就是我和一个女同学出去吃个饭啊，就非常非常普通。嗯，然后她就突然又给我打电话说韩熙你出来，我要跟你谈谈啊。然后我就出去了，然后一出去他就对我拉拉扯扯，我就特别生气。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多喜欢我，为什么还要和别的女生出来。嗯，然后说为了我他什么都愿意做。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说一句你要喜欢我，你为什么你把头发给我剃了我跟你在一起。我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你明明知道他为你干了很多疯狂的事儿。我也真没想到你怎么还能提出让你本来是没想让他理是吧？对，得，你看白理了吧。我理了之后他就能看出来我的真心了。但是这会儿他真理了，你怎么收场？你害死人呐。接下来我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希望你把这两年过程当中所有累积的话和沉淀的话用负责任的方式在这个舞台上做个了断也好，是一个新的开始也罢，你给我把它给说清楚。站到你的位置，站到你的位置，好好说啊。接下来是张悦的告白时间。你那天跟我说你只要把头发剃了我们俩就在一起，我不知道头发对于你来说是个什么概念。他陪了我几年，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剃了它。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你是不是就要像那天你说的那样要跟我在一起了呢？韩熙，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小月，这两年你为我做这么多，每次都是这样包容我、体贴我，我真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记在心里，我心里都很感动，我都明白。说实话，和你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开心的。其实，我冲你发脾气、摆脸子，你第二天还是该对我多么好，对我多好，一直在付出，不求回报。所以我今天来也是不想辜负你，我也想告诉你我这两年心中的答复，给你一个正式的交代。我强迫过自己喜欢你，像恋人之间，但是我一直感觉就像对你的感觉就像对妹妹一样喜欢。不是，咱俩真不能在一起。不可能啊，韩熙，不可能啊！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为什么在我肚子疼的时候你要帮我带热水啊？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在我发烧的时候你还陪着我，你还把我送到医院，还守了我一夜，你都忘了吗？这些都是朋友之间可以做的。那你生日送我的这个
算什么？因为你当时送我的东西特贵重，然后我觉得女孩带上这些，那不是贵重，那是心意啊。对不起，小月。我不用你说对不起。我真的一直把你当作我好哥们儿，一直像那样对待你。我不想当你的哥们儿，我不想当你的朋友。可是咱俩只能做朋友。我为什么只能做你的朋友？你人很好，你对什么事都好，对身边人、身边事都很好，但是感情不是强逼出来就能有的。我就是过不了自己那关，否则我早答应你了，小月。我哪里做的不好啊？你做的都很……我喜欢了你两年了，我追了你两年，你还不喜欢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告诉我啊？不想失去你，还不喜欢我，为什么告诉我剃了头就能跟我在一起啊？你还不喜欢我的话，你为什么要让我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跟你表白，你再告诉我啊？我是我哪里不能做你的女朋友？你告诉我呀！你告诉我，我太不行了。小月，你为我把头发剃了，为我做这么多事情，我今天来也是算对你做一个公开的交代吧。你稍等稍等稍等，说清楚你为什么要理发。我觉得还他一个光头是吧？啊，对不起。想表达出你歉意的诚意是吗？我不用你理光头。真的要理吗？理了有什么意义呢？我至少把我心里想法告诉你。可是你一定要理吗？跟我在一起，理了头发都不要跟我在一起吗？那我给你理吧。要理就好好理，站过来，拿凳子，拿个凳子上来。边理边想清楚自己的事儿，你头发别白理了，好吧？